是让我过，你才会使我过来啊！啊，我当黄小丁了，我就是要行。啊，你就是要让我过，你袂得。司机派车，我直接落车，落车。在台湾有营业所在就有喜事，逢年过节、公庙庆典、南路过川，连厝要骑牛，嘛要准备上牛圆。别人有喜事是爱放贴啊，阿唔过阮家无共，接到电话，阮家就是有喜事。临时爱十斤的鱼啊！我两斤就敢袂赴啊！怪煮好上过哦。嗯。哦，免下一点。对，咱绝对袂当漏开的。来。哦，亚芳啊，你要过去摕手来牛河哈？我都甲你讲过啊，形体哦，两肌肉啊，啊，所以圆圆水水就好啊，唔免遮顶斤啊。哎呦，亚慧啊！你是在做 CPI 哦啦啊！我跟你讲过几多遍啊，所以也甲做人同款，爱安尼轻轻，安尼唔只会赢。让我照轻的呀呐，搁较轻的啦！你看，伊也嘴巴乌青去啊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小姐啊，啊你这大细汉哪会差这侪哈？跟咱同款啦。不，啊你姊妹要分大细汉。伊呀，就爱白大汉，你哦，就是拢无要等来斗三工，啊，才拢袂歇。啊，妈呀，你早囝啊！干么念哟？我是咧甲因提醒。我知啦，煞毋知你安尼讲，大家叮叮我，脚手就变变啊，那敢会有？啊，搁再讲个伊呀，生做甚款，自细汉看大汉，对无？互因厝好伊就好啊。去去去去。咱大大小小拢爱叫的，咱到鱼啊，就是鱼滚滚、水当当，好食个甜啊！我就讲啊，咱一家团圆哦，绝对袂浪费的啦。嗯，对啦，咱一家团圆，大家同心，绝对袂浪费的啦。
咱搁甲画面、甲电脑搁检查一遍。后壁会事要开始啊，辛苦啊。诸位，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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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壮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看恁哦，总经理哦，有我福气，阮新目标六里门嘛出招，然后咧加持祝福安尼。嘿啦，是新标出兵啦。过去吼，迄个张俊龙渡过乌水沟来台湾的时阵，嘛是圣庙海水满楼，伊的船才驶入来。所以吼，阮车长吼，嘛要求圣庙保庇啦，予阮的新车会当过咸水，伫地球洗一日，做咱台湾之光。赞！用性命行嘞！马瑟利，全球首播新车发表会，即马正式开始。有请咱我跟车队的总经理，嘛是三万的设计者叶志雄叶总经理，来向大家介绍伊的设计理念。各位大家好，在1961年，郑成功就是为咱六里门入来咱台湾，赶走荷兰人，延平军容开台事迹。唔在流传到即嘛，办个老的滚滚，国公伊无想要接你，根本就是骗人。伊就是爱红心啦，上好都唔当闹亏啊。闹亏上好啊，车长的总经理拄啊好换人。这台就是咱今日的主角 ，Star One， Star 代表未来这台车会在国际顶面变作是众人瞩目的明星。One 代表着伊独一无二的魅力。今日我要在场所有人看到伊世界 Number One 的爆发力。这台车我买，我要做这台车头一个主人。这位小姐，非常感谢你的形象，不过真可惜 ，Star One 是非卖品啊。尊公，你若真正介意，真紧 Star 车系就咧市面上甲大家见面啦。各位，不过我就是要爱。我这个人原来介意独一无二的物件，而且我相信世界上每件物件拢有一个价值。马紧，价钱在你开，我相信不管偌侪钱，我拢付会出来。你讲对无？夸张诶！就小姐尊公咧很丢，我想要买你的一个吻。那你唔知啊？我要开偌侪钱啊？我边哪有可能出卖我家己？是，因为感情是无价，你当然无可能出卖你的感情啊。同款 ，Star One 对我来讲是我付出真多感情的心血，也同款是无价。各位贵宾 ，Star One 是我跟我的小弟叶少强，要跟我们车手所有员工斗阵奋斗打拼的心血。当时这台车，嘛是我要献给我的爸爸叶文聪先生的礼物。今日我会当真骄傲，徛在这，甲我的爸爸讲：爸，你交代我甲少强，交代阮的任务，阮的上短时间内，已经做我到啊！
今日除了要大家介绍 Star One 的 3D 建模以外，同时也要给大家报告阮电动车上新研发的进度。来，校长。这台 Star One 啊，又用了真多创新的技术，连袂我一粒一粒示范给大家看。今麦我先来大家介绍 Star One 设计的理念。各位 ，Star One 这台车，伊的设计理念，我。那我不对呢。拍摄应该是设备哦，淡薄状况，请问淡薄时间连袂得好啊？多谢。少将，今麦什么情形啊？报告，应该是跳电啊，啊已经派人处理啊，马上就恢复啊。等等好不好？是啊，我哥，我哥，我哥，先落。咱的兄弟碰见啊，凡事引发事都拢在遐内底，风头起，咱都袂了讲啊。兄弟，你赶紧找出来。我我跟你面对，我跟你讲，车上的机密绝对袂当向对方提起，发票回医院接手，当作就是汽车的代款。各位贵宾，各位贵宾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今仔日的活动有做淡薄仔调整。咱叶总经理，我认想各位展示 Star One 的性能、设计理念、甲技术的部分。稍等下，再来向大家介绍。妈，世成是你必须的吧？伊那对车开出去。无啦，啊都，我应着用头壳。啊！内底有车场所有技术机密，我阁唔只开车出去抓人。
喂，二哥，你搞完之后，我不带钱。这个查甫我介意。你哦，囡仔就是囡仔啦，你介意，伊就一定会顺你的意心。嗯，伊会当买架车卖给我，啊，不过伊的心哦，我一定爱提着。我有把握，我会让伊来追求我。叶志成甲活动搞得乱七八糟，我跟博超代表咱到出来讲话。业主经理会搁倒来吗？伊甲迄个巴桑敢有识识，是安怎安尼解救？伊今日去病院，紧来查看卖是倒一间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二哥救人是对的，你们准备给冲康哈？你的麻烦干不够大。Star One 的 3D 建模档案，你赶紧开动啊！二哥帮你看了。那恁上好意的欧巴桑真正是平安无代志，那有啥物万一的？这台车都是咱业界经销台。妙啊！拜托的，你得保庇我爸上平安无代志。那是灵城，来日必当厚达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赶紧的，护理师这里有个欧卡病患，赶快联络急救小组进行急救。张医师，麻烦你了，欧卡病患头部有明显外伤，就交给你们了。好、哦。雅慧，雅慧，护理长催你，伊讲千万袂当有迄个帅哥照片。护理长是搞我当作什么款人啊？我才不会打病人家属的主意。敢真正这会唔到？阿妈，阿妈已经有做过检伤跟 CT 检查，伊人不要紧，也不过医生惊有当震动，所以爱先送去病房做观察。拜托你了。哎，先生，我妈来病院哦。你是卖给动啦？唔需要开车去弄到你阿妈。既然你是护理师，那你就会交你处理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代志，再麻烦你交联络。老钱那边平常想要走啊？对啊，万一并不是假的。雅慧，先报警。喏，名片若是假的，你把这相片交警方，请警方调查，安尼会当。啊，不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恁才愿意相信我？甲你爹留来干无？我叫做叶志成，我无可能去投票，任何我应该负责任。麻烦你阿妈来清洗，再通知我一下。
妈平安上重要，我来去问医生看妈妈检查报告，确定真无代志。哎、欸，阿豪姐，阿金，嘿，你现在有我5斤，好，爸妈5斤哦，好好。阿豪姐，啊，你孙阿妹结婚啊，足欢喜的对无？欢喜的哦，啊，你什么时阵嘛要让恁爸爸妈妈欢喜一下呀？哎呦，时间到，贴我主人就放给你啊啦，还着急什么？少年人哦，有少年人家己的想法。啊，我雅婷哦，已经有注定了啦，事事行行拢过得真清楚，免甲烦恼啦。因二姐也会啦，要劝我大家可劝。啊，你不是讲因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啦？啊，雅慧都无同款啦。哎，这查某囡仔哦，规天不是病医就是宿舍。啊，迄日子过甲吼。比阿嬷的血也搁较稳定，我久无交查甫朋友啊呢。哎呦妈，你嘛看二姐准备好未？介绍一个对象，伊就知影准备好也未啦。这侪年啊，迄空嘴哦，嘛应该精品，嘛应该好啊啦。啊，是讲还好啊，啊无你吼看有啥物好的对象啊，介绍阮雅慧熟识啦。阿母也会即阵安尼，是要算有结婚啊，无结婚呢？哎，哎，无登记当然嘛无结婚啊，你是？阿母，迄贴我嘛拢印好啊，可能发出去啊，啊人安尼对方会来邀来邀呢？哎呦，你莫为难我啦，啊咱莫讲起来代志好无？你哦，恁两个哦，啊小心者啦，想要带出去踅踅看看、飞飞一下啊，安尼，逐天当家咧收影啊，安尼伫咧收，收过来十年啊，阁未生是无？这叫做责任啦！哎呦，啊无一个翁看40几年，敢未生哦？嘛是爱看对不？这是咱两个人福气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礼拜六吼，阮朋友叫我去外口吃饭，我想讲去外口踅一下，我来等下。啊，拜啦。行，来呀。好啊，啊你就尽量去捞，捞到袂记要回来嘛，袂要紧。妈，啊，阿豪姐，加5斤，啊，500块，我买的好，谢谢哦。阿爸再来呢。爸，你看阿妈生气啊啦。无啦，对你讲唔对伊啦，我是安怎样啦？你真袂记哩？啊，什么代志一定爱记哩哦？这礼拜六是恁结婚纪念日啊，40周年呢。一声火花音，发倒啊！我雅慧啊，啊到宿舍的吼。阿嬷伫咧病院啦。恁阿嬷怎啊伫咧病院？好好，我叫水果，你等我啊。阿嬷哪来吧？阿嬷怎啊伫咧病院啦？病院个怪！叫雅水果、雅芳，你等下，紧嘞，我来病院，我来病院。快点雅慧，你甲我讲，做些囡仔莫弄着，你甲我讲，我找人回一个。回啥回啦？我着困个脚麻，还要去便所。哎，无坐轮椅，我要去便所，无你叫用白心。我代志好啦。啊！恁阿嬷无代志，你敲电话一直在催，唔知催安怎哩？即摆拢只阿嬷，唔紧阿嬷带转去，是要拖到几点才休困啊？哇！你电话来电哪无讲我清楚哩？哎爸，明明就是你无爱听人家话，讲完就甲我挂电话，讲好意思怪我？啊！恁老爸哦，真少年，甲怎拢是安尼啦？他要听话都听一半。好啦，安尼我叫大姐甲杨春要来。哦，紧卡紧卡。免卡，我甲杨春已经来啊。阿妈，虽然你有来病，阿哥，阮一个大鱼要处理啊，容易呢。阿妈，恭喜恭喜，等阿妈请食宵夜。你看你看，人恁大姊定啊，对俺讲好的，啊这细只哦，真嗨呢。你是靠讲我听你嘛，这个见面都不加卡油嘞。哎，阿妈，我拄只接了电话，连饭拢无吃就挂过来呢。
你看阿妈没有无代志，还白走一段，所以你当然就要负责啊。王亚纯，什么白走啊？你想看白灵够较济？我哪不？以前乌鸦嘴那拢改袂过啊。哎呦，一改袂改拢要紧啦，啊！只要你做代志哦，真正有这個心就好啦。阿姐哦，无紧无去吃巴黎哦，咱即个大家拢伫来，同齐等下去食营养。好啊，大家做伙食营养，庆祝阿妈逢凶化吉，大吉大利。对啦，庆祝阿妈做不拢呢。啊，对啦，阿妈啊，这个查甫人你有印象无？有无？我想到了啦，原本哦，我是差一点半就叫我车弄掉。啊，小强有一台车，才足紧嘞，昨天我面头前给他动的，所以我才不要紧，无代志。本来我是想讲爱肯说多些嘛哦，啊，不过结果我是紧张哦，啊，才死死糊弄去啊。我目睭背景咪是落去病院哦。伊安尼讲哦，我应该肯说多些才对啦吼。所以差一点半给你弄掉的查甫人。真正不是伊哦。哎呦，啊，你是不是跟人讲话无客气啊？哈。啊，我就知你这个个性啊！哎呀哎呀，有人留电话无啦？卡一个电话讲回信的啦。有啦有啦。嘿啦，卡一个电话向甲讲啊，阿妈真平安无代志。哎，啊是讲迄个，迄台车都弄弄甲明明毛毛，收一个就侪钱。二姐，二姐，你是个这样样缘投，你该回去的别吃亏啦。而且那些当有啥物意外的收获，啊，你阿妈都未走白影呢。恁大家哪安尼啦？我是希望二姐会当赶紧有新恋情，安尼敢唔好？好啦好啦，莫阁讲啦。我是替二姐设想呢。伊就是这个性，安怎讲无好？都是看到橡皮糖，谁家这样引导？啊，你今日看人引导，你就安尼。啊，而且你是错过，安尼就唔好安尼。你是惊错过，你是错过。哇，我今日真尔有心无骨。你帅哥应该嘛是讲道理的人，我从刚来改回事嘞，应该是袂刁难我才对。小姐，你是照好阿妹，我车要出去的。拍谁拍谁啊？张美一号。哎，辛苦。二哥。啊，这家伙不要回，好严重。嗯，我到河北向你报告了。嗯。因为你救人吼，可能活动的曝光率比我们本想的更加高几啊倍。嗯 ，Star One 荣登热门关键词。警消长讲，伊有人要停车啦。啊，是讲警察刚好找到迄个偷给咱应敌的人。其实卫兵已经在过路啊，应该整理到有消息啊。你敢有想过是上者？嗯？上你在下搜救人的时阵，我感觉大概有反应真奇怪。那我别乱叫啦，可变大个冤家啊！哦，伊强人要来找你冤啊，滚嘛来啊！阿姨，妈，你知影我今日是安怎来遮？妈，我跟你讲啊，新车发表会效益袂歹呢，这讲起拢是二哥救人的功劳啊！你莫一来就要找麻烦嘛！代志有一好就无两好。志成，你要顶英雄，我随在你啦。也毋过，你若害着公司的小白，安尼就太不应该啊！新车去弄着，会互人掠到机会，讲咱公司新车的品质无好呢。咱公司车的品质无好，出车祸是二哥呢，人佫规丈好好，有甚物通好讲话啊？即马网络上拢讲你二哥是好运，讲伊八字比车搁较用，安尼咱车是要安怎卖出去？妈，你讲话拢经理讲的，
你刚刚讲少数选民讲的，你若歹讲网络顶头，佫较愈侪人讲咱做一些够顶道、够安全，较袂起浪啊！你点点啊？爱风险嘛，都要看情形。假使若是去有心人士操弄，影响到新车的销售，安尼是要安怎？阿姨，你的顾虑我会当了解啦。啊，不过即摆新车都要上市尔，你敢袂烦恼了收过早？我是歹听话讲真情啦，那是因为你个人的行为去影响消费者，让咱车销不出去，安尼车厂的损失，你就要全部负责。当然啦，身为大业集团副董的高云雀女士，集团下面所有产业，你拢有资格会当提出要求。当然，包括这间车厂。就唔知影讲，阿姨，你希望讲我安怎负责任？落台妈，哎，我辞掉车厂总经理的职务，可以啊。不过阿姨，我先请教一下，你敢知影车厂这五年来总共赚了偌多钱？惊我甲你讲啊，即马伫讨人情。自从我接车厂这五年来，我总共替车厂赚了150,000,400,000，每一年成长一成。阿姨，你今日讲我会去影响到业绩，想要爱我落台，可以啊。那你就要有把握，你找来新的总经理，伊的业绩爱做会比我较好。那是当然啊。哦，阿姨真有把握哦。好啊，无咱来相处啦。而且人是你找来的，你就要做保哦。假使讲你找来新的总经理，无法度单年赚着3亿，那呢，伊就要提钱出来补。这哪有合理？谁会当提出这条钱？伊无，阿姨，你有哪甲倒出嘛？啊，人是你找来的，你应该对伊做有信心的啊。每一个经营者拢应该为家己的决策来负责任啦。啊，无公司经营无好势，是会对不起股东，更加会对不起所有辛苦的员工。阿姨，你讲对啊。你莫提股东甲员工来压我，不是实话实讲。就算讲你是集团的副董呢，那么个车手是我在换，你想要甲我换掉嘛？应该照起工行，唔是你讲想要换就会当换。同款，我换车手，业绩我无做我到，我会提钱出来补，这就是我负责任的态度。我会当甲你挂保证，等后一批的电动车上市，利润会愈来愈高，每一年成长2%。我的业绩若是无做我到，我主动辞职，而且我会提钱出来补。话我拢讲到安尼啊，唔知道阿姨你有意见无？那是有，咱当时会时阵，这件代志咱提出来道道讨论，唔知道你敢不敢做？现在太有气魄，太有担当啊！虽然我对车一点仔都无了解，啊，不过你讲了真有道理。这就是负责。话搁讲倒转来，有倒一个头家换掉有能力的总经理，都会头壳歹去。而且搁是一个救人的英雄总经理。哦，你讲了真对，所以我唔骂你，阿唔过甲你说多声。你唔是讲你怀疑讲是我开车弄的你啊吗？我今日是来专工甲你回信的，甘说多声的，今嘛是第一回信的。你是多一个部门？急诊部。我伫咧病院上班，叶总经理救的人就是我阿妈，我阿妈即摆人真平安，所以我专工过来解释就行。哦，就是恁阿妈哦。再来，我听新闻看了一个负面的新闻。敢有？新闻报的100%拢是好的啊，不是讲伊是英雄，就是讲伊是车厂的慈善之光。那我这边负面，给给都过酸民了啊。你们讲小负面多厉害啊！你今晚马上搞出去哦！要搁有，回去跟你阿妈讲，后摆行路较细腻，伊唔是遐尼好运，大概拢会车较动哦。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那我阿妈今晚当场呢，偌济记者朋友拢想要采访伊的，原本我搁烦恼我阿妈哦，想大无故事通讲啦，今仔来这桩，拄好当等去讲给我阿妈，搁有记者朋友听，多谢。你出去吼，卖乌白讲话哦。我讲的拢是实在话啊，你拄只讲啥，我就讲啥，绝对无报道不实，在场人都会当替我做证对吧？你嘛无希望叶总经理落台，对不对？
你当卖菜，啊，不过王刚的先生你一定爱听，我就卖问你是谁啊，相信你买点拍摄讲你的名。你拄则讲的话，你家己会记的哦。枪手的代志，你完全都要负责。当然啦，啊无我家己提钱出来补呢。阿姨，其实拢同款，咱无可能甲钱咧袂得过，感谢。哼，阿姨请行。嗯，真怪我老 DNA 呢，今日那态度180度大转变。我这跟他素昧分明，做对唔惊人讲，做唔对就爱过来点头回信嘞。叶志成总经理，张博士你误会你啊，拍摄。啊，你就顾拍摄哦。来个人点头回信，就两手空空两寸胶，我讲你这样真做生意啊。我管礼不管水果，对你来讲也无实用啊。手机好啊。哦，手机。嗯，安怎？那个这款看起来跟以身相许的款哦，你无女朋友啊？这次是用的。你讲到一半，我是资深护理师，医疗是我专门的。你身体若是临时有任何状况，像像头壳疼、巴肚疼、胃肚肚困袂去，只要身体有无爽快，免看医就加吃医，就会当找着我。哦，安尼哦，那安尼心情无爽快，敢毋当找你？这都要看伊啊。虽然我爱白班，不过你较特别，我二十四小时拢会接你的电话。唔免惊麻烦。嗯。你手的伤有较好吧？你手有受伤，安怎不甲我讲啊？淡薄伤是要讲啥？哦，对啦，即摆有伤拢找伊就好啊啦。那个，这样你啊特别的礼物，你更唔紧甲人说多些。嗯，是真特别保唔到啦，他们够上好是卖用的。对，你叫啥名？王雅慧。雅慧小姐。那呢，温二哥，他告你啊，等啊，等啊，等啊，嗯，嗯，等啊，嗯，我问你的，你敢回信的吗？有喏，我刚回一个足大足大信的。处理个个咱到营养赶快，有就好啦。小水果，嗯。哎呦，没有。水果切甲咧大细的，一定是爸切的。爸，你阿妈生气哦。嗯。阿姨就袂记你拜六日的结婚纪念日，哥哥要甲朋友去啉烧酒。你听哦，可是40周年哦，大家抓一个娘呢，连钟都记袂得哦。我看哦。爸这个人是不敢骂暗道后，以后都结婚纪念日通过啊。真正是乌鸦嘴。看完啦，雅春，看我一家讨论好。雅春啊，跟你妈妈讲一声，哦，我鸡汤炖好啊，快要啉酒啊，无吼。哦，又过来啊。妈，爸问你讲，要啉鸡汤无？雅春啊，你跟恁爸讲。鸡汤哦，伊留咧家己啉，安尼拜六食酒吼，较袂醉啦。爸，妈，你免讲啦，我有听到。你妈妈咧关心我，我听较足清楚的。嘿，啊，顺便甲你妈讲吼，讲我这礼拜啦吼，无要甲朋友去食酒啊，我要留咧厝内陪陪大家做伙食饭啊。哦。妈，你有听到无？爸讲，伊拜六无要去食酒啊，伊要留来陪咱食饭。你甲恁爸讲吼，拜六我足无闲的，因为夜芳要带我去做头妆，要做甲水水水吼。啊，伊吼看要带啥物人倒来煮食吼，啊，食食的惯是食的哈吼，规矩啦，行李拖拖的，我的眠床为让伊困袂要紧。有话你唔通过笑，我你嘛讲，我话嘛对啊。哎呦，你家己代志哦，你家己处理。哦对，二姐，叫阿妈的人是迄个车厂总经理，人生甲烟斗条件够好，考虑看来吧。你当作去菜市买物件，望望看看，看甲伊的户籍驾照，咁种代志哪有足简单？喂，阿达呢？我是不是应安排，互你甲人对看？哦，
免啊，阿妈，我唔是无人录啊。啊，你有人录？你有人录？拜托诶，录完啊，唔知有偌济咧。来病院看病，阿公阿妈拢嘛要介绍医生给我熟悉。啊，那妈这年纪阿姨啊，对我做因的新妇，就连病院小朋友都讲我是小太阳姐姐，恁大汉要跟我结婚。难怪行情不是普通好，是非常好，好不？而且恁搁知影我无男朋友。我跟你讲哦，那有早就娶回来啊啦。伊吼，跟你讲一块的啥物？那个什么诶，无心症的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，讲讲遐，你看，都抓顿啊，抓。我是无爱恁烦恼看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若无爱互阮烦恼吼，你着家己爱想通。是啊，你若真正爱大家莫烦恼，那恁拜来时阵就带伊顿来互阮看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我先来帮你下物件啦，哈。哎，对啊，啊是讲哦，咱这礼拜啦吼，也会来带男朋友等下咱厝内底，咱是不是应该用什么方式来个欢迎一下哈？亚春啊，哎，你甲恁爸爸讲吼，拜六啊，叫伊免烦恼，做伊去食酒袂要紧吼，我来困。我对你来困。亚春啊，哎，甲恁爸讲，客厅较温暖。哎，好，好，客厅较温暖，嗯，你伫我身躯边，我就温暖了啦，嗯。爸，啊，客厅较温暖。知啦，你搁笑。哇，这火车了够水的呢。妈，我讲你的手艺哦，真正是越来越好啊！餐厅唔闹物件好食，环境嘛真重要啊。气氛好，服务好，人客就算我礼拜时心情歹，啊，不过出去的时阵哦，嘛变个笑头笑面啦。唉，啊，不过那是你迄个阿姨哦，我都无法度啊。安生哦，阿姨跟你讲啥呀？你是不是又跟恁阿姨讲话不客气啊？敢无？拜托的，是阿姨爱我辞掉车厂总经理的职务，爱讲的理由我无得接受，我当然爱清楚啊。安尼叫做不客气。你哦，爱较注意的啦。国家怎讲？伊是时代呢，你也爱甲留一寡面子，莫互伊歹做人。你请到员工遐尼啊济，一人一支嘴。啊，一句来一句去，讲到尾啊，代志拢唔是本来迄款的，我足惊你互重伤的啦。我知嘛，你讲这道理我拢知啦。是讲嘛，你嘛知影，这间车厂是爸交代给我的，而且又让每一个人拢知影，讲我对这间车厂有真正的感情。啊，伊爱我甲总经理的职务辞掉，伊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，我无可能顺伊的意啊。听你安尼讲哦，毋知替你欢喜，还是替你烦恼？哎呦妈，你当然啊，爱欢喜啊！根本真正希望讲你后生去用石头路了。搁再讲啦，我哩做嘛算小爸一个交代啦。我记细汉时阵，常常听爸来讲啊，伊讲总有一天，伊要做出一台属于咱台湾的车，而且有这台车开到全世界。虽然讲即摆爸伊人无伫个啊，啊，不过伊讲过的话。我是深深的记在我心肝内，我嘛一步一步在完成爸的心愿。这台 Star One 就是我甲爸的约束。你会当行到这步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我知影你真打拼，也真坚持，拢是我无好啦。自细互你伫这款环境大汉。那是当初的时，较早知影有心，我就袂甲恁爸离婚啊。你嘛变像今嘛，叫人来逼来逼去。我拜托的啦，莫大概讲着过去，你就开始过你家己好无？你也无做唔到啥。一个查某人叫人离婚，搁倒转来，也无名也无分，煞害你叫人讲是我伫外口偷生。
现在就对不起你。怨叹啊！当初是我若是卖投胎入你巴肚，你就免当个业家。哪里讲啊？到底向你讨论啥？你安尼讲，敢那冇理呢吼？现在讲袂赢你。这毋是讲袂赢我。那是因为哦，咱知影讲，即马讲这拢无意义啊。啊，认真要讲啦，咱无我囝是受欠债。是讲即马我已经大汉啊，你欠我已经还清啊。即马我大汉啊，我来哦，有好的，我的享福啊。坦白讲啦，除了车厂，阿姨要安怎我拢无意见啊。只要伊卖为了你。你阿妈叫咱哦，今日登去吃饭呢。敢咪是已经知影你甲你阿姨无欢喜啊？那是安怎？我阿姨遮好胆，佫敢去阿妈斗啊？啊，不过伊毋是私底下叫你辞职的，敢咪去斗？那想勿知，唔知阿妈对着听来。我就不管啦，咱就登去吃饭，那看阿妈运气，那看阿妈底气。对啦，虽然是一家人，啊，不过搁较安怎？你嘛是志成的丁氏，志成爱尊重制度，就是讲啊，啊，你有尊重制度无？我，你爱志成是头路，谁来接志成的位？你敢想好？孝强绝对有这个能力。孝强，你要接无？我无要接无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我无答应啊啦。妈，你看，二哥的总经理做甲好好，我车厂副总嘛做甲好好，那像我嘞，我出问题嘞。啊，你敢有遐侪钱帮我保利存？代志还未参详好，你都爱即行落台，安尼唔对呢。阿妈。其实我是认为，我咧跟你妈妈讲话，你当正人的面爱自行是头路，奈无先跟我参详哈。我就是想讲先问看自行的意思啦。你当正人的面安尼来问，无怪自行的无欢喜。自行，你哪有错啦？伊无够周全，啊，不过你嘛有唔对，你知影你唔对咧倒无？还是阿妈，我唔知影。第一啦，你无捌当，车厂的代志，恁阿姨无你捌，你唔当爱好好讲，互恁阿姨听，那要甲伊一句来一句去。是，确实是我唔对。第二，你无智慧，恁阿姨惊你新车销售受影响，你袂好看就好啊。想怎要听恁阿姨生气？你是拄仔才认识恁阿姨，唔知伊的性地哦。阿嬤說得對。第三，你無重倫理，你阿姨更傲慢也是你的時代，你不能說到讓他無話可言。子英，什麼是倫理？倫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嘛，不管是大漢小漢，還是時代時勢，都要互相尊重，用比較好的方式來鬥陣，這是我認為倫理。所以你安怎对恁妈妈，你就要安怎对恁阿姨，将心比心啦。这件代志哦，嘛无像对像唔对啦，拢对。啊，不过你爱让恁阿姨，因为恁阿姨是师大，甲恁阿姨现实嘞。哎，好，阿姨，歹势，小阿吼个性较着急，讲话较急。我无去顾虑到你的感受，而且我甲你回信嘞，希望你我都接受我的道歉，歹势。我哪会敢啊？拄只恁阿妈每一句话拢毋是伫提醒你，是伫教训我。有梦。无代志啦，你坐咧。
啊，不过我希望我话已经讲甲真清楚啊。恁都要互相尊重，也若无，我是真正会发脾气哦。文秋，你知影吼？我知啦。知影就好，知影就来吃饭啊。唔通好棒，惊个吃袂落呢。都想啊。志成，破坏新车发表会的人，警察敢要找到？啊，袂啦，阿妈，是讲我会继续关心，这人我是一定要找到。就这样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妈，阿姨，哎，我是了车厂总经理的职务的代志，就想跟你讲。当然嘛是少强啊。哦。杜姐哈，阿妈不是调岗要跟你念啦，啊，不过干那念恁阿姨哦，问题会搁较济啦。以后吼，我若拄到恁阿公吼，我一定会干妈。阿妈，无来无钱，妈讲是要创啥？妈伊家这家母甲安尼啊，恁爸爸去酒家应酬，实在恁阿姨啦，啊，甲人母甲大巴肚。恁阿公哦，爱恁阿姨做礼房，恁妈才要离婚呢。今日咱这家吼，安尼散家家，伊的责任上大啦。在生的时阵，死唔认错，即摆菜碟顶面啊，唔知影会晓反省啊未？好啦，阿妈，莫激动啦。你辈人吼，甲厝内吼繁重接待，即马讲这无意义啊，对不？来，你等小点交你吧。嗯。志贤，嗯，你怨叹你阿公无？我袂啊。还是你怨叹阿妈？袂啦，我哪有可能安尼想啦？阿妈，其实吼，我妈有甲我讲过啦。伊讲伊甲爸离婚，伊当初伊才知影讲伊家己有心啊。啊，其实当初伊心肝内嘛感觉丢大诶。啊，是阿妈你啊，你唔甘要看到叶家诶子孙流落在外，毋才爱阮妈转来叶家。所以讲起来啊，今日啊，我会当健康大汉，会当受着好诶教育，真来感谢阿妈你诶温情。唉，其实啊，会当来咱叶家大汉，我感觉真好啊。啊，无你想啊，我妈一个查某人带着我一个囡仔，伊着爱食偌济苦啊。而且我也知影，大爷较早会欺负我，阿姨会处处咧提防我，迄时面拢知影，阿妈你疼伤无囝，唔才会做。你甲少强感情遐尼好，嘛真照顾少强，偏偏啊恁阿姨吼，就是唔愿意去看一点啦。希望有一天伊会想通，要计较的代志无遐多啦。嗯。啊，你这年纪是不是应该爱有一个对象？哎呀，阿妈，我讲这个话题，敢袂说了伤紧？讲妈讲煞，就讲子孙啊！我是希望吼，你甲咱股东乖啊，总会查某囝熟识一下。等下，阿妈，咱借问一下吼，我当伊有几个查某囝？恁来安尼问啊？无啦，俺那时候有去参加咱新车发表会，迄个我来讲，我当确定，阮两个绝对无适合。哪会无适合啦？伊查某囝生了真水呢。啊，年纪甲少强差不多，两边嘛有淡薄仔交情，我才想要和恁相亲呢。啊，爸爸，阿妈，那其他的代志吼，你要替我安生，可以。为了感情的代志，拜托你免替我安生。安尼我家己找到感情，把家己啊做第一，而且我会较珍惜，你讲对吧？啊，我已经甲人讲好安尼。你讲啊，讲一遍嘛。你看你做迄官当，才做会着。你若讲啥哦，伊唔敢家己认错。好啊，好啊，就安尼啊。卖个安生，我走来吼，拜托拜托拜托，爸，妈，加油啊！哦，阿姨，我拄只刚听到你伫讲相亲，是要甲志成找对象？啊，志成伊讲无爱，你无听到？我刚刚听到你在讲小轩啊，
其实嘛是会当介绍给少强，因两个年岁差不多，应该有真侪话通讲。啊，我当的是咱的董事，嘛是咱的股东，啊，咱两个来会当结做亲家，对咱未来的发展确实是真好。啊，临时换一个人去，安尼对瓜当会敢好意思？确实，妈你若同意，我会当来甲瓜当讲。好，好啦，阿姨讲我对啦，阿妈，安尼吼，你甲瓜当嘛较好开嘴啊，对吧？我是感觉吼，少强吼，还佫想过囡仔性啦，免着急相亲。啊，不过你是少强的妈妈，你认为好就好啦。啊，瓜当一边吼，爱处理好圆满啦，唔通让人无欢喜。认为咱业家吼上过凊彩，知无？我知影。有一件代志，我嘛唔知影是毋是爱甲你讲。我希望你可以找芊芊。妈，啊你哪会雄雄提起芊芊？最近吼，我常常去梦到芊芊啦。一个遐尼少年的查某囡仔，失踪到即马遐尼久啊，拢找无人。唔知影即马人伫倒，过了安怎？若是会用的吼，我希望有伊的消息，你再搁找看卖。芊芊是我的查某囝，嘛是少峰甲少强的妹妹。我感觉同款挂念伊，也毋过已经失踪二十几年啊。经过遮尼侪年，我嘛已经放弃啊，就当作伊在菩萨去修行啊。我是唔敢放弃。警察也提不出来芊芊无在的证据啊！我着相信伊还阁活呢。希望有一天，咱大家会用一家团圆。阿姨，阿姨，我知影芊芊房间内面啊，有一张伊压一个红色山茶花发夹的相片，迄相片敢毋当洗一张互我？你底下橡皮要从啥？无啦，我知影，迄发夹是摆咧意大利哦，专工叫人来做诶，纯粹也干那一个尔。我咧想无定着会当把这个发夹当作是线索，找到芊芊。芊芊的代志你唔当插手。无啦，阿姨，你卖激动啦，我无要故意要表现到阿妈看啦。管怎讲，芊芊嘛是我的小妹，若是会当找到芊芊，安尼嘛会当减轻你，抑佮阿妈恁心肝内遗憾啊。咩？经过遐侪年，我已经把芊芊的代志放下。即摆你阿妈佫讲要找人，袂输你挂我的心肝，我是无法度佫接受任何的失望啊！我是芊芊的妈妈，请你尊重我。我知。话讲出来就要做到够哦，唔通输底下学袂来。安排爸妈去婚纱，哪里来的灵感啊？你敢知影爸甲妈拢唔捌去过婚纱照？我嘛知影，因结婚的时阵哦，环境无啥好，别讲婚纱照，连休息我嘛无法度好好办。妈，秋日尽管迄个选择，敢那阁是亚克力的，听讲是亚齿亚白的呢。哦，妈对爸真正是真爱的。进前啊，妈看到陈恩同事的迄结婚谢卡无？迄目睭拢金起来，今麦这婚纱吼拢安尼，哦，这荷叶有够水。妈，今麦阿公帮我翕这婚纱照，好，你叫爸查你去翕。嗯，咱这是要翕啥？我看你妈妈两身老皮袂过好，敢饲几百万嘞？嘿，翕这敢袂看口的哦？爸真正是有够白目的呢，因一句好听话拢袂晓讲。哎，亚春，阿爸嘞？哎呦，你这摆是安怎啦？你替你妈妈出气哦，你惊我？啊！我那头两头谁啊？今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你还回去好妈的惊喜？嗯嗯。不行啊，我拍谁？哎呦，你真正应该爱刚刚拍谁？我计乎你进前，你要熬头存钱，后面还休假。我结婚了，一定要勉强家己。我安怎做人的太太，做人媳妇，做人妈妈？就算你进前给伊吃遐尼侪苦，啊，不过也是甲咱一家口甲遐尔好，咱才会当一家团圆。所以这结婚纪念日哦，
别让妈妈不开心 ，OK？ 别让妈妈不开心。我阿妈若无顺你，伊敢若袂是我唔对同款哦。好啦，无你嘛教我教，我要安怎做，我比较较好，教导化解，对不？所以我赶紧想办法，互你甲妈好好啊。因拢想着办法。啊，阮会得对啦。啊，阮得对对我啦爸。郭董诶，这是我朋友酒厂家己会当讲是市场的好酒。我知影郭董你对这真有兴趣，所以我专门请我朋友为国外送过来，我郭董来你啉看卖啊。你提这么好的酒来华啉，应该有真好的话要甲我参详才对啊。还是郭董的厉害，什么代志拢无都问我哩。我是听郭董的，你家一个病院买来，想要甲伊发展做亚洲上大的医疗中心，所以我想要请问，唔知有这个机会，是不是有甲郭董合作的可能性啊？你是真巧啦，不怪哦，怪是业界大惊，企图心够强。是讲啊，这个投资是我个人的投资了，我很怕算讲要聘请有权威医疗人才来跟我斗相共。等到这个事业做到一个坎站的时阵，我就直接交我囡仔给我，所以暂时应该是不合作可能了。不要紧，哪个人总是有人缘，咱做生意嘛是爱看生意缘，一切随缘。啊，若是讲郭董，你有任何需要我有你出来的所在，做你吩咐。一雄一来，你就是阮家上大的股东，你嘛真支持我。所以我希望我有这个机会，会当为郭董啊，你尽心尽力。那呢，我有什么话，我就直接讲啊。我有看到一个人才，一个真好的医生，只是讲吼，伊个性吼较搞怪。人住在国外，我会将伊的资料交你。你吼好啊，去给安大好，请来跟我斗相共。若是讲会成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嗯。下趟我郭董来讲欠人情，无简单哦。互动真侪真侪。郭董的代志，你都要好好处理。这么多年来，郭董的唔那是咱的股东。对咱大业集团拢百分之百的支持，所以恁阿妈唔则定在讲，咱得要有感染郭董的心。老夫人哦，太过客气啦。郭董的是你太客气，阮妈真正定在侮辱你的做人呢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伊才希望咱两家当结做亲家。哦，老夫人有提起相亲的代志啊？有啦。也毋过，我今日是专工要来教。郭董会讲是啥歹势，啊，着志成伊无想要相亲，啊，甲小萱无关系哦，你唔通放在心内。你是讲志成无想要甲我查某囝熟识就对了？嘛袂用怪志成啊。啊！即卖少年人一听到相亲，规身躯拢无爽快。而且志成最近大家拢在报伊救人的消息，啊，拢把伊当作英雄。可能是安尼，伊家己想讲选对象的空间有较大啦。做人都要谦卑，少年人唔捌，有机会你就要去教。唉，当伊连因阿妈叫伊相亲拢唔肯啊，我的话因来要听啊。别紧啦，迄是志成哦，无迄个福气啦。是讲，阮少强敢有这个福气识识小萱？少强？哦，是怪细汉好心啦，伊真捌代志，人缘嘛真好，车厂就一个代志，当时伊甲志成斗相共。啊，假使若是咱甲小萱交往，甚至结婚，啊，你毋是加一个友好的囝婿？是啦，郭董。阮妈讲了对，若是讲咱的关系咱搁较亲，
我讲小弟少强买辆够花港心来为咱两个月暑假拍拼。两个少年人见面的代志，是不是我来安排？哦，免啦，无着急。安尼啦，先安排我跟少强见一下面。真歹势，我吼真惜我查某囝咧，想要甲我查某囝交往，先我互我看过。哦，当然啦，安尼就照国党的意思。阿婷啊，啊，这两天都在开会啦，你是有订单呀？是啊。我来到香港了，爱玩的。一碗。一碗。陈恩啊，陈恩，知无？阮孙吼娶某啦，啊，我甲阮翁的财产钱哦，得包包。够有人来再搞取件事，弱智。恁囝我拢偷着我的信用卡去买迄游戏点数呢，讲拢讲袂听啊！我是不是爱去改造，还是点么教训哈？哎，好啊好啊，啊，今日无表会啊，散会啊。阮囝婿在伊遐食食爱无闲啦。啊，我陈恩，我问的问题要敢回答吧？拜托的，阮陈恩是检察官和秘书啊啦。有代志连刚才去问，好不好？啊，若无等下应用电视头先要打啊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小蛋姐，没有问题，答案就在遮。一家团圆，一家团圆。摸唔对，一个人上惊就是拍歹感情啦。处理家内事，应该用智慧，唔是用法律。恁来找我亲情，敢有甲你红婿、你后生好好讲一下？那会无啦，啊你都唔知哦，我咧是有厝讲啊无烂咧。骂甲讲是无同的哦，啊你是用讲还是用骂呀？每一句这边的背后，拢是无讲出来关心。甲你关心，好好甲伊讲，因听会入去，那呢妈就不是妈。道理哦，啊你得后挨骂无妥呀。以后若是拄着同款状况，就免来找我。等来买一样的时阵，就顺手看下这扛棒。祝恁大家一家团圆。多谢哦，啊你我来走哦。罗爸爸。啊人都去团圆啊，咱嘛来团圆嘞。雅婷在等你。人拢到了了。是啊，真是今日耽误着咱约会。呀，小姨啊，小姨啊，来看秀。阿姨，你安尼扛棒比者，伊都拢听有哦。哦，我今日才知影咱扛棒啊挂遮尼久啊，啊，今日上好用。阿伯。然后呢，你甲阮比起来，一家团圆。我甲比啊，我来讲，你阿姆哦，会比这五斤枕头内底上歹看一支啦。又过来啊，咱是安怎啦？哎呦，无穿防弹衣嘛袂紧张，看起来你对今仔日是不是有把握无？就算讲有把握，也是赶快说你啊。但我就无猜你做的这平安衣花甲。哦，我这只平安衣就真正平安倒转来，很浪费哦。我就无猜你进前去公营的记录啊。阿姆，你什么时阵才要甲阿伯讲话啊？哎，囡仔人哦，有理无嘴。阿姆，啊，无你叫伊去跋杯啊，啊，无就去找朋友食酒，啊，看迄朋友会较开心哦。来楼顶，好，注意啊！啊，赶快，莫要跟我讲话就对啦，吼。啊？哈？你检查看卖是不是有一只好心来买杯杯粉，给赶出去，别怕啦。哦。哇，阿姆看起来是生气啊。啊，阮爸都袂记得结婚纪念日啊，阮妈哪有可能遐尼简单就放伊煞？
是阮大姐讲了上好，想叫阮爸要去参加迄啥物烧酒会，烧酒啉啉的哦，就准备甲要回事嘞。阮董事不爱讲话，先花几点仔好问。承恩，你今仔日任务甲千面女郎无关系吧？你放心，今日任务是小卡 case。还注意安全哦。我知影。装备、防弹背心、电话洗碗、刚弄清楚。拢传好咧 stand by 啊。点诶？要唔过，就算咱知影千面女郎的行踪，嘛无人看过伊啊。安尼是咩样人啊？只有先找千面女郎找，找到最后该消失的机会，才真正会当确定，像这是真正的千面女郎。嗯，你一该出任务的时阵，食一碗圆仔，会当顺利成功。不管无论如何，你嘛会先来食一撮。咱对早遮尔久啊，今日是上机会，嘛是上危险的一届。叫大兵一定来找你。好。母娘在上，家庭车母娘都要保庇承恩平安出入平安。赶紧抓到千面女郎，予伊替因爸爸妈妈说千万哦。你这么先生伫咧救母娘，无怪承恩咧帮歹人哦，大概拢就顺利诶。天助自助啊，承恩嘛真打拼，啊，心明才愿意甲伊斗相共。承恩一直想要扮千面女郎。最近敢有千面女郎的消息啦？我嘛唔知影，我逐摆甲伊问这件代志，伊拢笑笑啊，爱我卖烦恼，所以我就定定来求新明啊，希望新明会用予承恩较侪千面女郎的线索，卖予伊的付出放水咯。求拢求啊，代志就交予新明去烦恼。对啦，你敢真久无甲承恩去约会啊呢？想看卖要去倒位佚佗？等伊这摆任务结束再搁讲啊。喂，承恩。哦，好。你是安怎？大概承恩打电话来，你毋是拢足欢喜的，今日种反应啊？啊，毋过讲电话人毋是承恩的，对方爱我去一个所在，你听起来应该是手机的主人要给我一个惊喜对吧？啊，毋过我哪会感觉怪怪？谁敢摕警察官的手机打电话来骗人啊？承恩一定是要让你惊喜，才会超过伊前跟你讲的。安尼讲嘛对啦，啊惊喜就是爱较神秘的，才袂让人一下就摇到。那安尼我赶紧挂过去，较免承恩等我等伤久。拄只上船的时阵，已经把我所有一切拢交予恁啊！安尼阁无够，敢一定安尼为难我？歹势，这只船的规定就是除了人、甲多金以外，其他所有的物件拢爱交出来，麻烦你配合。我现在已经成功求准了，今日一定要抓到千面女郎。你有电话给我吗？有什么事情，我随时跟你通知。店妹，我跟义奇在这 stand by， 若是有什么状况，你随时跟我联络。
拜托你，较细力嘞，啊无你的钱会搞生死冒用歹去啊！相哥来，你放心，这个钱无抢子，只是用来提醒你，希望你配合最后一关的身份验证。是要验证啥？我身份也是唔对啊，我哪有可能摕到你专属邀请函？你要想我怀疑啊？我只是希望每一位来到这的贵宾，都会当好好享受我安排旅程。所以我特别邀请到一位对你来讲非常特别的人。小姐，这边请。刚才你交出来的手机啊，所有的通话记录拢删除啊，就干那伊个还佫留呢。我咧想，伊应该对你足重要诶。但只名若看唔到，你恐惊得爱提早离开啊。老婆，我当手抓，我是来跋筊的。阵底任何查某人拢跟我无关系，我真正无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。你身躯顶明明就有其他查某人的香水味，真讲哦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袂想啊，绝对不是露露。我无时间看你冤家，紧讲伊是啥？伊叫卢卡斯啊！真正身份无唔对呢，卢卡斯。OK， 欢迎你来我的矫正，今仔日你能做我其中一个 VIP。既然已经确定我身份无唔对啊，是不是会当和阮某赶紧回去厝啊？伊伫个家我跋的话，专心跋筊啊。为你一摆到这的时阵，船就已经开啊。加在你的身份无唔对，啊，若无你即摆有可能伫咧海内底做刷伊的饲料。请两位随我来。这个任务有淡薄危险，啊，不过你唔免惊，我伫个，不管待船顶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会保护你。你唔免烦恼我，因为只要伫你的身躯边，我就啥物拢唔惊。我知影你一定会保护我。虽然前面有人真神秘，我拢知影伊的身份，啊，佮写作甚款，啊，不过伊有一个专属标志，就是山茶花。大概叫伊出现的所在，甚至是伊身躯底，拢会出现跟山茶花有关系的物件。伊真介意刚比输赢，只要当引起伊的注意，可以家己来找我就好啊。各位，够人是要跟我跑过去的。要参加我的赌局真简单，跋筊的时阵，只要把你的目睭盖起来，完全靠你的直觉，还有运气。敢有人想要挑战？安怎？拢无人有自信啊？有一位证明先跟我讲。我的头花真乌，只要拄着花，我运气就足好诶。所以我想要邀请身躯顶有花的人，跟我做伙跋筊。这人真趣味。我若是输啊，我不会伤悲。
你敢确定要陪双陪？小太，你阿叔袂当赖皮哦。有遮尼好看的代志，我兰姐当然袂啊。你去甲伊算，看伊是真的会晓，还是咧讲迄件？是。运气确实真好，最后一只下注，有牌面最大的联合，一人一道，单纯是博运气，安尼真简单，我 all in。兰姐，咱还是卖算啦，我的第六感一向拢真准，下拄仔我的目睭皮直直跳。看起来咱今日无赢钱的命。好，我信你。看起来即马就干脆剩我甲你两个人啊，所以我赢的几率是二分之一。我嘛小心啊。最后一次牌，请两位亲自开牌。当然。四条 S。这局是真大，无唔对啦。也不过，也是输我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俺们知哦。先抓你手内底，有得来丢牌啊！最后的刀桥情况下，所以等下我家己一个人去就好啊。你留在外口。陈，你听我讲，把你牵连入来，我已经真袂放心啊。别再让我有牵挂，好吧？哦。安怎？我就讲伊去的吼，你这么爱表运气，我哪有可能无让你的幸运女神陪在你身躯边？我是惊我的手气收好，对你无公平。袂歹，我欣赏你的勇气甲自信。上来要算啥？归去让你来算。啊，无咱就来算一挂存定部的。抽鬼牌，看来你的好运拢再来我家。赌局拢还袂结束，一切阁真歹讲啊！安尼敢阁看会到摆你的计划？下手。阿袂显白，你的表情就变了，看起来是真正有计划。
你。刚刚升级不够意思啦，我想要加码。苏慧兰，把嫁娶老来。安怎？会惊？我摕你嫁娶是要创啥？那无安尼啦，你若输啊，我要把你的面骨摕落来。会使。啊，不过爱摕你的幸运女神来播，你若输啊，伊在老人家陪我。我不爱。真歹势哦，你拄只已经同意啊。我不。亚婷，你。咱无头选对啊，你一定会赢。为即马开始，无我的命令，谁拢袂当离开这个房间。他们有呢。但来输袂起，是。你还喜欢青草？千万唔通好你的幸运女神失望。你输啊！我要亲手把你面骨摕来。不管你变作什么模样，我都已经抓到你了。传说中的千面女郎，你犯的罪嘛是千百种，所以我要抓你，我要等你接受调查。Lucas， 唔对，我应该叫你杜承恩检察官才对。你既然敢来我的地盘抓人，啊，不过真可惜。买酒船真简单，买落船是爱我讲的才准时。原来搞我的消息背后监控的人是你，杜姐，你竟然敢买是跟我身躯边的人？那安尼，我就只好对你身躯边的人下手，算是我的回礼。我靠！大家，大家，大家！赶快卢明把鬼！你哪有法度活落来？我会考虑你的要求。行。那是你。人在倒位？别冲动啊！这摆皇帝拢是我啦，你是走袂去的。今后我女朋友放开。会使啊，你为鸟跳落去，我来甲放开。啊，若无，伊身躯会继续在哭。好，啊，不过你爱讲会到做会到，紧听啊！
亚天！我人交朋友就是安尼，话讲两句话就知影成。咱那边去叶少强，你立马领人自成，跟我开始喊对吧？我必须来坦白讲，我无可能对你用心，更加无可能对你用，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以前啊，我无好啊疼惜，连咱结婚的纪念日，我想要放袂起哩，我真正对真歹势。我去挂起来等啥？等老师啦。阿姆，你手指顶边的酸臭，你敢知影是倒位来？你意思是讲我即卡是查哪位？嗯，无唔对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。王雅慧，我怎么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的代志？特别我甲伊十帮，你拢还我手？你敢知影志成交女朋友？你还认真甲人交往？有啦。按过这边，我绝对袂甲志成离婚。竟然有好意通看，大姐。有人在关注我，你看见我？哎，我有关注。跟上谁谁跟来，给我拍了。叶佩，你不要紧，大不要紧。我无敌啦！你别过来！你放心，放心，你别过来。一定。我真正无去收人的物件，你职业操守这么歹，讲话搁敢这大声。我会请你离开，和便衣当员一个情敌。你若无要跟我做主，你就离开叶志成。但你过去欠我，即马还我。这只是拄开始，那你我离开叶志成，就没事了。再苦酒袂解愁，偏偏为你饮红酒，一杯一杯来应付，我又何必来强求？谁知拄着爱情的高手，不敢想，我不敢想，你也会往往是理由。爱你我深，你嘛无感受。不敢想，我不敢想，我是照酒解忧愁，夜夜为你心痛，夜夜忧。两人袂当到永久，请你谅解放开我的手。阮也半沉浮，前路满风雨，用情的人心事谁人负？